我的关心来自嘉义市的消息，这是三省国小庆祝创校六十周年，所举办的校庆运动会，包括给林蹦恰恰和插画家庄信堂等几位杰出校友拢回娘家。将头先提下宣布，向教育部争取经费来替校方活动中心争取到无障碍的电梯。三省国小六十岁生日快乐！嘉义市长庄信堂表示，一甲子教育人才为阿公教小朋友。拢伫学校咧读册，嘉义市政府开全国之先，伫全嘉义市28间国中小、两间市立幼儿园建置校园地动移景的系统，并陆续更换了学校老旧的红土炮土，经推动智慧教育、行动教育。嘉义市105年有5间学校获得教育部行动学习优良学校肯定，另外有6位校长以及教师摕到行动学习领导卓越以及杰出教师奖项，是全国获奖比例最高的县市。所以，三省国小60年来培育很多英才，大家吼，祝伊咱今日都以三省国小为荣，希望讲有一日吼，咱的学生出力。用咱我们嘉义，让我们三省以你为荣。咱的三省国小哈，非常非常多的发展，我们不加支持的就啦。嘉义市前市长傅宏金、为家曾信东、艺人彭恰恰、女性科学家周以佳博士、东吴高职赖建元校长、三省国小何献昌校长，也接受到杰出校友的表扬。彭恰恰爆料，表示当年立志要来参加校棒队，但是并无奉敬到。现今伊还阁想要圆这个梦，今仔日倒来甲学校要来问教练，当年是安那无改敬到。讲一件事情哦，摆在我心里很久了，终于有机会可以说出来。在国小4年级的时候，选校队选棒球校队没有选上，从此。就奋发图强，一定要把棒球打会，打到现在还在当投手。谢谢三省国小，谢谢当时的陈家和教练哈，今天到来了，我要带宋小的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我们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能够再回到跟大家见面，想起自己的小时候，希望同学们在三省国小过得最美好的童年时光。三省那英合唱团用4种语言来唱着生日快乐歌，贵宾共同为三省国小献上生日蛋糕来庆贺，也期许未来一家子的三省站在基础上造就英才。世新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